中国敦煌世界地质公园日前在当地雅丹景区揭牌，这是保护敦煌地质遗迹、合理开发旅游资源的一个新的里程碑，将为敦煌旅游增添深厚的地质学内涵。对保护遗迹资源、弘扬敦煌文化、推动敦煌旅游开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敦煌文旅集团工作人员周瑞文向记者介绍，目前他们已经开通了敦煌世界地质公园西线景区的线路。敦煌地质公园有雅丹景区、密沙山月牙泉景区、自然遗址游览区和文化遗迹游览区组成，它的总面积是2000多平方公里。目前它主要公园内发育了沙漠、戈壁、绿洲等多种遗迹。今年3月份，由敦煌文旅集团开通了西线景区直通车，我们可以去到西线的3个景点：阳关、玉门关、雅丹。从事旅游相关工作的当地居民林女士向记者表示，其实敦煌的地质地貌资源和敦煌的人文历史一样丰厚。中国敦煌世界地质公园揭牌仪式举行了在雅丹景区，其实敦煌呢有很多优质的景区以及人文历史资源。我们敦煌呢有鸣沙山月牙泉景区、莫高窟、玉门关、雅丹、阳关，还有来敦必须要体验的夜市景区，这些地方呢都有非常多的文化以及历史资源。据了解，除了多种地貌外，公园内还有地貌遗迹、构造地质遗迹、沉积构造遗迹、地层遗迹等各类地质遗迹70余处。当地官方将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，坚守世界地质公园宗旨，始终坚持保护与开发相协调，规划与管理相并重，时时将保护放在首位。